各位记者朋友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这次的上海假币案呢，比昨日顺利破案了。放屁！他们可以只手遮天，我都听您的，我忍了，但是他们不能污蔑好人马松。你跟我哥的坚持，真的能救中国？若兰，慎时度势，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，身逢乱世。 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。男女，男女，天长地久。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，真的都被活埋了吗？先生，魏若兰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他们作恶，就一定要接受惩罚。我魏若兰就算护住这条性命，也要跟他们拼死。魏若兰，你这么一意孤行的话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沈图南不再是你的老师，你我。 断义绝！你还是太年轻，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。开枪！中国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。我相信你很为人之乐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他对你做了什么，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？因为信仰，因为要救国救民。在上海，你也亲眼所见。 无数难民颠沛流离。如果我再不出手的话，真的对不起我的良心。我要去瑞金，去走我哥走过的路。立在一身雾里，立在天下，必能成。